我洗漱去。你在看什么呢？这是蘑菇吗？应该是吧，你怎么都那个颜色？真的？我觉得肯定是。出来了，让我先把饭吃了。你打算吃几个鸡蛋呀？照片上那个是你男朋友啊？我还没有跟你们说过我的故事吧？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晚上回不去了怎么办？不会的，雨马上就停了。我刚看了天气预报。嗯，以我的经验，这天气预报越说雨会停，反而雨会越下越大。不相信我？嗯，咱们出去看看。滚！哎呦！雨停了，看来是我的经验不足啊。学我干嘛？你看咱俩像不像两只僵尸？我觉得我都打了好几年的僵尸了。哇，好可怕。放心，我不会打你。你知道吗？农业社会才靠经验生活。农业社会？对，农业社会的人都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，他们既不能回溯过去，也不能预测未来。而信息社会就不一样。哎，信息社会呢，是根据信息总结的知识，而知识呢，是脱离时空存在。所谓经验，就是农业社会中受限于时空限制下的知识。不懂？简单的说，就是我们假设你是一个在东北种玉米的农民，你爷爷怎么种，你爸爸就可以怎么种。到你这，你就按照你爷爷和你爸爸的经验来种这块地，准没错。那么请问郭老师，假设我现在想换块地儿种玉米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对，你说现在想换个地儿，你得先想啊，这块地有多少的营养水分，或者每年有多少降雨，然后根据你这些所有的信息，结合你的农业知识，综合得出要怎么种这块地。知识让你在任何地方都能种好这块地，而不是凭你的经验。不觉得？我不觉得。看现在那么多的事儿，都讲信息知识，这样太没劲了。反而是过去啊，农业社会，你看车、马、邮件都很慢的时候，这人啊，一生只干一件事儿。一辈子只爱一个人，
那才叫浪漫。嗯，看来我们理念不一样，未来没有可能在一起。看来有可能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？你把话说清楚。什么？你能说？我没说话呀。你没说。我没说话。你就刚刚说的那句话，就是你。后来呢？后来，见了呢，这是全家福。我刚说了，刺猬是大仙，我们关不住他的。为什么叫他大仙儿啊？因为刺猬会遁地，也就是会挖洞，应该是我们关住他，他就挖洞逃跑了。可是，这哪有洞啊？有些动物所谓的会遁地，其实是在遁地逃走之后，又重新钻回来，拿土把洞给填上。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，根本不知道它是挖洞逃跑的。这是动物保护自己的一个本能。本能？向往自由的本能吧。然后，他就从我的生命中完全的消失了。不怪他，他那天问我愿不愿意的时候，是我犹豫了。要怪，就怪我不够勇敢吧。可能。他也像那只刺猬一样逃了。你说的这个人我认识。啊？
难道不叫过天？这是何旭，我们公司的实习生。你比他年轻啊，特有主意，性格还很好。这是我好朋友苏锦，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，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他。他叫林明，他曾经跟我们说过，酒吧那个姑娘，他不到十天就搞定了。这是他和苏锦之间的一场赌局。赌局？你刚刚说，他跟你说过，农业社会还有信息社会吗？还有刺猬、蘑菇的故事，我其实都听过。他跟每个女孩都会这么说。美女，一个人喝酒啊？陪你喝一杯呗。不用。要不加个微信，怎么样？啊？不太。加一个。嗯。不太方便。不方便。没听懂中国话呀？人说不好意思，不太方便，你这样挺没意思啊。我加他微信干你屁事儿啊？那要不然你加我微信？签证有漂亮姑娘吗？好男不跟女斗。我觉得那个是你的菜。先走了。哎，你搞的。我不喝。谁呀你？哦对，我走。别闹了。怎么还有你搞不定了呀？那倒不是。就没什么兴趣。没什么兴趣。行，以后别在我面前吹牛啊。至于我，是不是十天之内搞定的？那你这次打算讲什么故事啊？你猜猜。所以，我就是他一个打赌的筹码。李健，我没事。你接着说。苏锦唯一会带我见的朋友就是林明，还因为我之前就跟林明认识，后来我从他公司辞职以后就没有再见过他。我没有想到跟他的几次有限接触都跟你有关系。我之前就觉得黎明这个人有问题，但我也没有细。嗯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跟小西刚才遇到一只刺猬。真的假的？嗯，这也太神奇了。刺猬是夜间动物，你们两个大白天在哪看到的？就是这么巧，就在芒市公园旁边。嗯，啊，你们知道吗？实在是太可爱了。哎，这据说民间传说中刺猬是大仙，你们两个刚认识就一起碰到了刺猬。
不会是老天爷在给你们传递什么信息吧？你少来这套！我本来是想养着这刺猬的，但是没想到我们俩买完笼子回来以后，发现那刺猬不见了。刚立明还跟我讲说刺猬是个神奇的动物的时候，我都震惊了。原来这么可爱的小动物真的会遁地。你不知道还多着呢。走吧。我们先走啊。你是要带他去你的秘密角落？冰狗。我认识他那么久了都没带我去过，哎，什么时候能带我去一次啊？都说我是秘密角落，当然只能带秘密的人去。所以，黎明口中的私藏的角落是天台吗？听你讲的故事，我觉得可能是。那刺猬呢？啊，对了，我刚才好像没有关好，我再回去看一下。嗯，好。等我一下。林明。哎，来了。刺猬它虽然会挖洞，但是它一般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挖洞，而且。刺猬白天一般是不会出现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真的没事。喂，是我，我有事情要和你说。我被人骚扰了。没关系，等你心情平复一些，咱们再聊。他到底在哪儿？